水俾我飲冇啊？好渴啊 ！B B 啊，你話依個色靚啲啊，定係依個色靚啲啊？好似依個襯我好多啲哦，依件衫。哎呀，我手臂會唔會好肥啊？你睇下。哇 ，B B 依個咩嚟㗎？好得意啊！你識唔識玩啊？教我啦。誒女啊，你想玩呢個？等我教你啊。好，過嚟呢邊。其實佢呢個類似一個沙包咁嘅啫，跟住之後咧，你反手揸，擰翻轉隻手，係啦，咁樣就係啦。嗯。係啦，伸隻手先。咁如果你撥上去嘅時候咧，就可以連埋二頭肌啦。係啦，撥上去嘅時候啦，伸住少少就可以做 squat， 就連埋個 pat pat。係啦，你翻落去伸直嘅，係啦，放鬆曬，再翻上去。係啦，再 squat。邊個 feel 到先？系，再落去，系啦，好好玩先，好啊 ，B B， 依个好好玩啊，你要唔要一齐玩啊？唔好肥啦，减下肥啦 ，B B 啊！B B， 我叻唔叻啊？你帮我影相啊！我要参加格斗啊！冲！惊唔惊啊 ，B B？放心，我系唔会帮月亮惩罚你噶。好热啊 ，B B， 有冇毛巾啊？哦、oh, ，thank you。咁我哋食完就要搵到去食嘢，好唔好啊？好啊 ，OK 啦，咁我哋食嘢啦。彩虹村。点解？因為我覺得好靚啊，好 colorful， 係可以影啲比較 young 啲嘅路喺嗰邊。本身自己比較中意係練泰拳啦，都練咗差唔多一年噶啦。因為佢好可愛、好餵食咁個樣，同我好似。最中意嘅就係全裸嗰一輯。但是有一些是想因為尺度很大所以不可以出街住先是在寫真裡面的是很挑戰自己的尺度是很害怕的豁出去的了就不試一下但是出來的相片效果是滿意的是不錯周柏豪咯因為很喜歡他的歌陳柏宇也很正啊他那首你們我們AM730 的朋友你們好我是 Miko 來自馬來西亞來到香港就是宣傳我本寫真 Miko 純潔期多謝他們一直的 support 因為很久之前都有些 fans 問我何時要出寫真啊這樣終於出了然後給一些預購的朋友就送一些 postcard 給他們然後親筆簽名簽了很久裡面有很多造型都是我第一次嘗試是比較性感一些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